抖音。抖音，我怎么这么好看？啊！不是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撒谎了！不是，抖音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毛晓彤，和我一起加入绿网计划公益行动，呵护每一份童真，关注未成年人保护。据统计，我国在册吸毒人员有350万，吸毒群体年轻化成为影响青少年和下一代的最大隐患。珍爱生命，远离毒品，快和我一起加入绿网计划公益行动，拍下并上传你的绿网计划专属公益手势，为爱助力，让我们用爱守护，替爱万物。抖音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我正在迪士尼完成一个任务，看到杰拉多尼和奥勒米拉非常可爱，就忍不住停下来看了看。没想到，他好可爱。啊，哦，好，谢谢。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谢谢，哈哈哈。横刀还竖的。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拍摄。谢谢啊，不是。走，好。然后我就继续做任务了，不知道小姐姐满不满意我拍的照片呢？拜拜。抖音。抖音。You are lov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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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 you. So I cry and I pray and I beg for you to love me. Say that you love me. Fool me. Go burn it for me. 抖音。抖音。一二三 ，Let's go。就算世界与我为敌，我超喜欢你。抖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毛晓彤，现在已经在横店拍摄《乔家的儿女》了。最近横店的天气还是有一点热的，而且摄影棚也比较热，带妆时间比较久，如果脸上卡粉的话，那就尴尬了。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怎么能做到拍摄不卡粉。因为我的皮肤属于混合偏干类型，所以我对定妆散粉的要求很高，它不仅需要有一定的保湿能力，不可以让皮肤拔干，同时它又要具有非常强的控油能力，粉质需要比较细，所以我的化妆师就给我推荐了小奥汀冰雾散粉。这个粉的粉质非常的细腻，上脸立刻就会有磨皮的感觉。它的粉质是有空心的多孔结构，吸油的能力非常强，像海绵一样，而且它有特别的控油成分，是加拿大的冰河泥。它在兼顾控油持妆的同时，又有非常好的保湿力，绝对不会让你的皮肤卡粉卡纹。你看我今天其实已经带妆一整天了，但是完全都没有卡粉，因为它的粉质是被氨基酸成分包裹着的。我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它都变成了小粉珠，就算在虎口涂也不会卡纹，非常的服帖。它最贴心的一个设计就是这个粉盒的盖子是磁吸的，你放在包包里它也不会散。它的包装也非常的好看，取粉的地方是一个笑脸的图案，它的粉扑非常的厚实，植绒非常非常有质感。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，就是有刘海的女生都知道，夏天刘海非常容易出油，那有的时候出门着急又来不及洗头怎么办呢？就可以用散粉稍微轻轻的扑一下，刘海马上就会变得很清爽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拍摄不脱妆的小秘密，又控油又持妆，
又有保湿力的冰露散粉。抖音，哦哦，真的太糟糕，跟踪又被发现了，你居然对我笑，电流直击我的脑，整个世界都能听见我的心跳，我想都没想转身我就跑。抖音，세상의소리질러 I love you 널사랑한다고날여자가되어抖音，一二三 Let's go。 就算世界与我为敌，我超喜欢你，超喜欢你，不能分离，我只相信这个真理。抖音，一二三 Let's go。 就算世界与我为敌，我超喜欢你。抖音，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毛晓彤。最近因为各种工作行程，开启了超忙碌的状态，长时间带妆，加上多变的气候变化，这不，我的皮肤也向我发起抗议了，各种皮肤敏感不适，让人头疼。小朋友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有很多困扰？还好我有秘密武器——敏肤泉小米瓶。你不要看它小小一瓶，但是超能打，抵御敏感，快准备十米为它打 call。快跟我来学习一下正确的打开方式，给我念：一滴，一抹，轻轻按摩，温柔拍拍，跟敏感 say 拜拜。黑科技神经生态成分专治各种肌肤不服，理肤泉小米瓶已经在天猫小黑盒首发，赶快加入购物车吧，入股不亏哦。有它闪退敏感 KO 敏感大魔王。抖音，抖音，不矫情，粗心，有事业心，可以再具体一点吗？就是妹妹白昊天。抖音。Oh, nana, yes, daddy. 抖音。